哎呀，好枪！哎呀，这刘一江啊，真是个土财主。十几年前的东西保存的新的一样。这人生在世，每天争风吃醋，争权夺利，唯恐不足，做尽伤天害理的事情，存下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哎呀，前人栽树，后人乘凉。哼，我郑明生委屈这么多年。 也开我老一把了吧！前乃身外之物，千金散去还复来。明人，你要懂得轻财爱市才是战乱之中安身立命的正道。这些个武器在我看来，不是什么好东西。 在这里，是为了争取民族解放而倒下的战友们。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胸怀大义，勇敢地扑向敌人，用自己的生命保障了这次战斗的胜利。这胜利是属于他们的。有了这些家伙，我能装备一个警卫连。 真是枪好脚人难寻，就你三十一团那些人，哎，你看车教导员带那些兵怎么样？那些兵真能打，我准备把他们编入我的警卫连。人家能跟你干？哼，这么好的枪拿着啊，军饷我才给他加一倍，好吃好喝的带着，当兵的图什么？不就是为了个自在吗？ 那得看人车教导员的意思了。这好办，啊，咱们现在什么都有了。只要他们开得出价钱来，新四军土得很，他们能开出什么价钱来？他们以自己的实际行动，实现了为全人类的解放而奋斗的誓言。我们怀念他们，纪念他们，以他们为榜样，为我们的民族。 为我们的国家而奋斗。也许有一天，我们也会倒下，但是我们不后悔，也绝无怨言，因为为了国家，为了民族，我们已经尽了自己最大的力量。到那时候，我们还会跟这些倒下的战友见面。 我们会拉着他们的手，自豪地说：“我们把他未尽的事业又向前迈了一步，我们跟他们一样，也是死在了冲锋的路上。”同志们，擦干眼泪，向我们这些倒下的战友致以最崇高的敬礼。 冲天鸣枪，为我们的战友送行。举枪，举枪，放！对空鸣枪。柴长官说进城后，要为战死的新四军开追悼会，大概是鸣枪送行了。这不是胡扯吗？ 人死如灯灭，啊，买了了事，哪来那么些破主意？在军队中悼念阵亡者，也是保持部队士气的方法。明人，你想，新四军有什么呀？钱、女人、大烟，什么都没有，也只能隆重发送死人了。曾兄啊，看来这一切都让你给琢磨透了。 他刘一江当年穷的时候也用过这手，看来天下带兵的没什么两样，他新四军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不过，如果新四军想用死人压活人，
在我三十一团刁买人心，那可就是竹篮打水喽。施主，哎呀，施主，哎呀，你可算回来了，都快把我们急死了哇！你别受苦了哇！啊，施主受啥了？哎呀，施主，施主，证明人，你个忘恩负义的王八蛋！老子一个主力团，就叫你这么给偷走了，你就是贼，是混蛋！啊，这是咋来了？这是，郝俊杰。老不死的，这就是你给我推荐的畜生。你是早想好要算计我，我那就让他先歇着吧。哦，歇着吧。我的三日一团呐，那是老子装备的精锐团了。曾兄啊，咱们总算是有了自己的地盘。明人，听我一句劝，这泾水县已成是非之地，要想办法尽快离开，磨磨蹭蹭必坏大事儿。曾兄啊，你舍得离开这个什么都有的花花世界？什么花花世界？事到如今，你要保持清醒。你夺了泾水县，端了刘一江的老窝，抢了他所有家当，刘一江能跟你干吗？必定联合日本人向你反击。现在不走，真到那个时候，你怎么办？曾兄啊，我承认你是个真正的军人，但是不是个做领袖的军人。你什么意思啊？说起来，咱们这一代人命不好，生下来就碰上了乱世。可碰上了怎么办？认命。那你放眼看，同一个时代，为什么有人能够呼风唤雨，有的人却背井离乡？现在是国难期，你不用说那些没用的。说白了吧，就一句话，不是世道不好，而是你不会混。混好了，你就能呼风唤雨，权倾一方；混不好，你只能是背井离乡，甘为人下人了。明人，你可是答应新四军归顺的。答应了又怎么样？老子现在用不着他们了。人家可是把咱三十一团从危难中救出来的救命恩人。曾兄啊，你真是个书呆子，现在说什么都是假的，只有实力才是真的。有了泾水县这些粮草和弹药，我能整编成他一个旅。不等你扩编，刘一江就带着日本人把你给收拾了。山人自有妙计，让他收拾不趁。鄙人是三十一团郑明仁团长派来的，给四川党大人送一封信。低名人からの書簡を預かっていると言っています。手紙をここに。あ、神経を。小林师团长明鉴，鄙人郑明仁所属三十一团，自投效汪精卫主席和平建国事业，
从来不避风险，冲锋在前。其实所有战绩大半为我31团所建筑。即便是这样，鄙人仍不能兼容于70师长刘一将。刘师长几次欲拆散31团，近期更是愈演愈烈，竟将鄙人所部3营强行夺取。鄙人攻占泾河县，实属不满刘师长之所为之无奈之举，绝非背弃终日共荣的理想，更非与皇军对立，望10团长阁下详查。小林的直觉告诉他，郑明仁的态度实际上给他提供了一个机会，只要他包容郑明仁，让郑明仁与在泾水县城的新四军周旋，也许就能把新四军的主力吸引到泾水。他盼望着与方昭武进行一场期待已久的决战。低明人は嘘をついています。分かっている。全くのデタラメですよ。我々や王政に逆らう勇気はない。そこで劉一行にあたかも不満があるよう、そう見せかけているだけです。貴様は低明人の送ってきたこの暗号書をどう思う？本物と考えてまず間違いないかと。この低明人は本当に小賢しいやつだ。私を欺こうとしよって、主人を取り替えてのし上がろうという意図が明白だ。屁理屈をこねては両将軍を公正でないと批判しているが、公平に見れば両将軍の低明人部隊に対する待遇は良いくらいだ。本来は中央軍に就きたかったところ、それが叶わず仕方なく新四軍に。もしも奴が中央軍に行っていたら、清水は幼少だから皇軍は全力を持って討伐に当たる。ただし新四軍に行ったのであれば、対局から鑑みても新四軍が清水県城を占領したところで蘇州へと展開する能力はない。すると奴の思惑は？清水県城を手に入れていいんだろう。それでは七団長の次なる方策は？低明人には成功したと勘違いさせない上で、実質的には奴の要求に応えて満足させてやろう。我怎么觉得这么奇怪？嗨，军阀嘛，就会这一套。不对，他郑明仁怎么这么有恃无恐啊？他就不怕刘一江跟鬼子摸上来？他是不是另有准备啊？他能有什么准备？你瞧瞧他带的那些兵，一个个东倒西歪的。再说了，他也是打了10几年、20几年的仗的人了，难道他连这个简单的道理都不懂？就算他不懂，但是左玉坤跟曾诚是有军事素养的人，他们也不懂。是有点不对劲儿啊。我总觉得这里面有鬼。你有什么感觉？后脖梗子发冷。害怕？这样，你让咱们的人今天就待在城上。这样我们可以做到进可攻，退可守。把咱们的伤病员也全都运上来。大长官好。哎，好。长官留步。啊，我去找郑团长。团长有命，团部开会期间外人一律不准入内。我也不行。你去把郑团长给我叫上来。长官，您就别为难弟兄们了，这时候进去通报要杀头的。你去吧。谢长官。团长好。各位弟兄，今天呢跟着郑某人在刀尖上走了一回啊，硬闯下这块地盘，从此咱们31团有了立足之地了。来，令人感激，没齿难忘，再敬钟家弟兄。来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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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老郭，嗯，看来我们只能先住下来了。不走吗？过了联系的时间，我现在跟上级没法取得联系啊。打扫了战利品，就应该把三十一团带回根据地去，在这儿待着，心慌。我跟你说啊，我觉得呀，这郑明仁要变心。我刚才去团部找他，他说他开会不见我，不扯淡，这他们都在喝酒呢。只要咱们在这扎下，啊，用不着一年，我就能扩编出一个师；三年，我就能整出一个军来。回根据地的这两条路都被卡住了。要是郑明仁过河拆桥，咱可太冤了，拼了六个人，为了个狼崽子。我们现在只能听上级的命令，等明天吧。这你就不是江正明人的军了，等明天，你就是自己将自己的军。那怎么办？咱只能等。如果不等的话，我们就会前功尽弃。你知道上级是啥意思？到底是不是派部队过来啊，来收编他们，或者说直接派主力来改变他们？我们都不知道吗？不，这时候来出去呀？出去，哪儿去啊？你前脚走，他后脚就敢关这城门。我跟你说，连今天晚饭都不给你准备。郑明仁啊，正琢磨着咱们自己走呢。哦，我们帮他打下一个县城，让他坐收渔利。我们滚蛋，门都没有。团座，嗯，是不是应该把车长官也请来？请他做啥呀？他捆了老子们，不还他一次，算对他客气的了。哼。团座是想煞煞新四军的威风，觉得他们太抢眼了。来，今天全团大宴，大家尽兴。好。哎，兄弟们，听我说两句啊。是是是，大家辛苦了。今天郑团长犒赏三军，大家吃得开心吗？开心。来来来，来，班长，找上兄弟几个，敬你一碗。来来来来，打了这杯。明天打渡迎春，手心手。喝个屁呀、啊！真心请客，有在酒里掺水的吗？咱临走的时候把炊事备案留给指导员了，那这顿怎么办啊？这顿，大洋不是在你手里呢吗？干嘛？买去！我们要吃好吃的。干什么的？开三门的。闪开！站住！站住！哟。刘团副，啥事儿啊？车长官，我大哥想请你喝酒。你大哥是谁呀？团座就是我大哥呀。赶紧去吧。什么意思啊？机会来了呗。啊？鸿门宴的机会来了。明白了。我带人先去，你后去。哎，不不，就我一个人去，不能让他们给吓趴下了。他们要把你绑了，我们怎么办啊？就他们，现在一个个喝得一了白鞋的，还想绑我？哼！老车，你要是不冒点险，你浑身难受是不是？哎，我告诉你啊，越到这个时候，越要在气势上压倒他们。你只要听到团部那边有枪声，你就带着兄弟们往那边猛打。来，今天晚上就咱哥俩青梅煮酒。陈老弟啊，我郑明仁最佩服的是英雄豪杰，你今天啊在城楼下这么一冲，哦，在咱们三十一团那可是露脸了。啊，有勇有谋，就如同赵子龙驱汉水，以寡敌众。别，团长言重了啊！我们这次呢是以多胜少，胜之不武。嗯，我想刘一江啊，他肯定不服。哼，刘一江算什么？其实少了我郑明仁，刘一江就再无作为了。现在是净水到了我手，辎重粮草全在这里呢。刘一江要再打，嗨，那只能是徐楚洛伊斗马超了。
郑团长，咱们不能轻敌。我觉得这刘一将啊，肯定要联合鬼子进行反扑。我们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要做好战前的准备，准备打一场硬仗。鬼子没病，小林志孝这个老鬼子唱了大半年的空城计了，这个我知道。要不然刘一将会那么吃香啊？你去仓库看看啊，什么都有。不管怎么说吧，为了应对这场硬仗，我想跟新四军的上级联系一下，必要的时候还需要主力接应我们。那好，可我有个条件。您说说。我加入新四军没问题，但是我看好老弟你了，你得给我来个桃园三结义，要不然加入新四军的事免谈。我归顺。不是，当初我救你的时候，你怎么没聊这事儿呢？还有，当初你当着全体官兵的面说归顺新四军的时候，也没提这事儿啊？哎，很简单呐，那时候我没本钱，你一拖二拖，把我逼上了只有韭菜叶那么宽的路，我不听你的，我就没今天了。可现在的情况不同了，三十一团进了泾水，就能守住泾水。您是说您现在有本钱了？那是。那我要是同意会怎么样？不同意，又能怎么样呢？咱俩拜了把兄弟，我比你年长几岁，我是兄，你是弟，于是呢，咱哥俩商量着办。可是大事最终还要最后由我来决定。老弟，你英勇善战，只要你愿意，部队的事儿你尽管管起来。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你当家，我卖命。不能这么说吧，老弟，你不愿意也没关系，姓郑的恩怨分明。三十一团在危难的时候，你出手相救，我理应尽力报答。你们新四军缺子弹，我送你50000发，每个弟兄大洋20。赤老弟，你功高盖世，我送你匣子枪10支。大洋3000，好马一匹，礼送出城。别动。陈老弟，你这是干什么呀？我得看看，万一你来个摔杯为号，你的那些刀斧手全都藏在哪儿呢？哎呀，陈老弟，咱兄弟俩喝酒，哪来的什么刀斧手啊？快快快，喝酒喝酒。那咱们就这么办。陈老弟，你这是什么意思？你既然跟我讲三国，那我呢就不跟你讲我们新四军的政策。咱俩是光棍对光棍啊，在我们老家使枪的都怎么办？甭管是猎户头胡子还是当兵的，只要一翻脸就把枪撂在中间，看谁下手快，看谁先把谁打死，部队就他妈归谁，怎么样？陈老弟，动刀动枪那是那些大头兵的所为啊，不是你我这样高级军官干的事儿。对不起，我是军人，我就喜欢直来直去。老弟误会了，其实呢我对你车老弟是放心的，可是你们新四军会不会给我来个取成都呢？你非要给我讲三国，那咱俩就好好的掰扯掰扯。你郑团长把自己比成刘璋、刘季玉了吧？刘季玉暗弱，我可有火箭。那刘璋求刘备出兵，跟他一起对抗张鲁。刘备答应了，出兵援助。可是刘璋呢，又怀疑刘备抢他的地盘，
在人家后面下手，啊？最后闹的是同宗兄弟自相残杀，结果你也知道，被杀了。你们信自君会不会最后也给我来这手呢？说实话吧，郑团长，您比刘璋啊还比不上。人家刘璋是借兵，而你呢是在危难的时候投奔的新四军。您别忘了，你现在已经是新四军的序列了，你占领的净水县就是我们新四军的净水县。有种你开枪。再来一次。能不能再来一次？这可顶着火呢。最后一次。好，我陪你。车老弟，我好像占便宜了吧？不见得。怎么样？还来吗？你是新四军吧？啊？你用如此下流的手段对付我，你就不是正牌的新四军。你呀，把新四军想得太简单了。是老弟，你太狡猾了吧？别说，我以前还真小瞧你了。哎呀，你可算来了哇！石座呢？怎么大半夜了就在这儿哭？哎呀，这王主席又送催命符来了。算了，明天再说。晚上可一定要留人，千万不敢出意外。是了是了是了，哎，财主，哎，哎呀，财主，我看你还是去劝劝吧。劝有用啊？我问你，在师座心目中，部队是谁？那还用说？命根子吧？呸！那是亲爷、爹、娘、婆姨、王、命，一切的一切，就这么，哎，就全都没了。就我这舌头卷卷，说点宽心话有用啊？那是往师座的伤口上撒盐，是咬师座的心头肉。这么大的宽心话能把人淹死？我原本以为你这个教导员就是个卖狗皮膏药的啊，会拉着我云山雾绕的说一宿。嗯，没想到啊，老弟你是条刚烈的汉子。怎么，就那么瞧不起我？不跟我拜把兄弟？这事儿吧，我得经我们上级同意才行。这简单，你用三十一团的电台联络就行了。可是如果你的长官同意了，你就不能反悔。其实你跟着我不吃亏，我人多兵多，有粮有饷，加入你们亲自军整编成一个旅没问题，到时候我还是旅长，你做第二把交椅。咱俩有缘，啊，一见面你就官升两级，等我归顺整编之后，你又能官升一级。在哪儿，你的官会升得这么快啊？你说，你们新四军能不能把我们三十一团整编成旅呢？这事儿也得经上级批准。好，
你明天就去联系。我一个营呢，500多号人。我听说你们一个营也就是200来人。按照你们的规定，我就是6个营。再从3营拉回来一批呢，我就7个营了，一个旅绰绰有余了。只要你有枪，有子弹，啊，你编成一个师，都不成问题。你看我们根据地，光民兵就有上万人。好啊，就这么定了。刘一湘手下的装备，我能整编一个加强团。可到时候，我比方兆武将军的人还多。到底，谁听谁的呀？啊？他娘的，骆家的凤凰不如鸡呀、啊！他娘的，3营那帮王八蛋可把老子害惨了。他们现在荣华富贵了，老子现在从婆婆混成了小媳妇儿。今天庆功宴，曾诚、左玉坤一个上手一个下手，老子他娘的在边上打嗝。你们说？老子他娘的还是不是团副？是啊，是啊，大哥不是谁是？是个屁！你们他娘的哪天给我混出个人样来啊？老子才有扬眉吐气的那一天！老郭，哎，怎么才这么长时间啊？那边说去啊。谈怎么样？这傻子要当旅长，那他找死！我现在毙了他去！对对对对，他已经答应咱们可以用他的电台跟上级联络啊？哎，我的理由就是，我得用电台问问我们上级，您这旅长能不能当成啊？要不然他能让咱们用他的电台？切！那一定要让上级随时掌握郑明仁的思想动态。那要是郑明仁问起来怎么办啊？那讨价还价拖着他呀！走，蒙蒙蒙蒙，干杯！一杯羹啊，木一杯子的。好，再来一杯。何か新しい情報は？31連隊の今回の清水への侵攻には。新四軍の関与があったようです。おお、帝名人が新四軍に下ったと。しかしながら師団長、今清水へ攻め込むのは必ずしも得策とは言えません。良策なわけがなかろう。は？もし貴様が将軍になりたくば、一つの法則を覚えておけ。多くの人間はその場しのぎで当座の問題を解決を試みる。しかし将軍はそんなことはしない。将軍が試みるのは根本的解決だ。災いがいくら降りかかろうと持ちこたえろ。我が目標は法相部の主力部隊だ。ほう、さ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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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早啊！早早早！哎呀，太香了！那是，这厨子是我自己带的。您可真会享受啊，兄弟！只要以后跟我干，这点享受算什么？毛毛雨！哎，刘团部呢？昨天喝醉了，还没起呢。哦。嗯，今天我们电台。你帮我吩咐下去吧。你也是31团的军官了，我的一字兵兼王还用我吩咐吗？啊，直接去找于小姐就行了。我不认识他。
全团就一个女的。嗯，是。老弟啊，你能带兵，回头呢，我把刘大给换下来，你把三十一团的兵啊，都带成你带来那些兵的样子，到时候啊，就没人敢小瞧咱们了。嗯，行行。余山路余小姐吧。哼，长官，是长官。这是你们团座的手谕，你看看。麻烦你，帮我跟我的上级取得联络。是。十点钟有时间吗？现在几点？九点半，我会到你处。是。坐下继续吃吧。头还疼吗？哎呀，多谢大哥挂念。你说，你喝酒总是头疼，你还喝什么劲儿？心里不痛快。怎么了？还不是三营的事儿。甭提三营了。我问你，昨天晚上庆功宴之后，你是不是又去喝酒了？哎呀，借酒浇愁呗。攻打县城，咱也没啥功劳。总觉得对不起大哥呀，糊涂啊！论功劳，新四军的最大，我为什么没请他们呢？这是咱的地盘，当兵的得听咱们的话啊。大哥，那帮新四军，咱可真得防着点，他们都不是吃素的呀。想跟我这玩去成都，可惜呀，我不是刘璋。大哥，要不要几个弟兄吗？用不着，只要用实际行动告诉新四军，这三十一团跟泾水县是咱们的就行了。有人吗？一把破手枪就能把我吓退了呀？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你就是个发报的，老子是三十一团团副，在这儿只有老子说话的份儿。我知道，算你识相。没事吧？没事。真没事。
长官，我没事。你这儿有人埋伏，知道吗？我什么都不知道。跟我来。长官，你一个人来的？这些人你认识吗？出卖同僚的事我不做。哎，刚才有一个人从你屋里跑出来，那是谁啊？我说了你信吗？我看见了。你炸我！长官，啊，我觉得我有必要提醒你，使诈用骗，这不是一个正派军官所为。当然可以用，在危急的时候，但是在这种小事上用不值得。经常使用这些计谋的话，你的士兵还怎么相信你？是刘达刘团副吧？你怎么知道的？长官，当时你应该在屋顶上，在屋脊的这个位置。我是搞无线电的，我不会出错。啊，你没错。那你是怎么知道的？我不能老在屋顶上待着吧，我得下来。